Hello，大家好，我是 Gen Z 48听你记得王子欣。选择《迷失地》这首歌的原因是，它的歌词给了我很多力量，在黑暗中给了我拯救的光芒。然后今年的愿望是希望在每一个阶段都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就这样，谢谢大家，一起加油吧！青春十载，星光闪耀。2023 SN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我是 GNZ48 Team G 的王子欣，我的星光是希望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看到自己的作品。八月五日，期待与您共赴青春之约。好热情，被热情到了。然后 ，Hello， 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王子欣。然后，子是禾字旁的子，欣是殷倩欣，很开心可以在这里见到大家，谢谢。好，然后这是我第二次站在这个嘉兴路的舞台跳舞的，然后。
嘉兴路的舞台真的太棒了，今天跳得很开心，然后真的很感谢大家让我来到嘉兴路跳 solo， 很感谢大家在今年给了我速报27名中报41名的好成绩。对，然后呢进了中报之后，我的很多粉丝都和我说，就是其实连速报都没有想过能进的，然后这不禁让我想起刚进团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staff 问我们每个人未来的目标是什么，排在前面队的人都有自己很远大的目标，进圈广州 top 16或者广州神7，终于问到我，我说没有目标，因为我好像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我这么一个站位边角长得一般的人能在这个地方有值得期盼的未来。但是7年后的今天，我觉得我来到了自己不敢想象的未来。我也想和当时16岁的自己说，在用尽力气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天花板会在哪里。勇气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故事还没有结尾前，我们都还有机会去改写结局。就像现在，我也不觉得41就是我们的天花板，我迫不及待想要看一看我们一起努力的这个夏天到底可以有多厉害。当然我想我们还有更多值得去期待的未来，我的脑子里还有更多想要去表达的舞台和创意，我希望自己的热情可以在这里无穷无尽的燃烧，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继续努力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你们今天应该也听到了2次 Poison Candy， 其实我也是在昨天晚上才知道撞歌了，然后知道当下就下意识的觉得自己一定会被拉踩，会被对比，因为现在的风气好像就是这样，大家在和平中寻找各种能打起来的事情，用矛盾来制造看点，但是一来二去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当初是为什么来看偶像，就像我一直在舞台上卷来卷去，好像也忘记了在舞台上给我的那种最纯粹的快乐。但是在今天这样对我来说并不有利的局面里面，我觉得我好像更能去专注地享受舞台，找回那份最最纯粹的快乐，认真感受因为热爱而分泌的多巴胺。我想大家犯偶像大概也是一样的吧，有的时候要放下一些偏离的东西才能找到最初犯偶像的那份快乐，感知正向的情绪价值。我希望我的粉丝可以永远不要因为我而受气受骂，希望我能够成为正确引导大家的小偶像，希望我能做一个给你们积极向上能量的人。所以这一年我也有去改掉自己身上的小缺点，展现我认为的偶像该有的样子。我也还是坚信着认真努力默默付出的孩子也可以被看到，然后也许可能会慢一些会晚一些，但是那些靠着自己坚持积攒的光芒是一定不会骗人的。然后很感谢大家一直对我不离不弃，你们像太阳而我是月亮，你们的光芒让我即使在黑暗中也能照亮他人，在绝望无边的时候更能感受到彼此爱的力量，是你们告诉我其实重新开始一点也不难，希望我也能给更多人跌倒再重新站起的勇气。距离三报进圈的目标也到了800米的冲刺阶段，不想再因为一个夏天的结果去影响我们人生中珍贵的一整年，想有一次不被击倒的夏天，这次就让我们一起去征服夏天吧。谢谢大家。还有多久？还有我跳一段出眠吧。怎么跳来着？副歌，生命建造的世界里，哪有谁更卑微，自以为占据了躯壳就犹如原结尾，枕着灵魂正在沉睡，不留防备，别后退，大胆的摘取枯萎，直到绿色枯萎还在那祈求，想要谁来解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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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谢谢大家。
18岁的黄轩琪。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Forte 的黄轩琪。今年我的目标是年度高飞成员奖。这一年呢，就是更多的还是想要感谢吧，感谢现在陪在我身边的你们，也感谢就是一直坚持到现在的我自己。今年很开心，所以新的一年也想要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上发光发热。然后想说的是，不管是过去、将来。还是现在，每一个时态都值得我去珍惜和纪念，然后很感谢这一路上就是有你们的陪伴，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加油吧。青春十载星光闪耀，2023 S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我是 BJ48 的黄轩琪，我的星光是年度高飞成员奖，8月5日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
嗨，大家好，我是 BJ 4点环菊，欢迎大家来看我的第二次的展演，谢谢。第三次，就是自我介绍一下，今天就是因为今年已经演讲过两次了，这次就没有写演讲稿，因为之前太忙了。然后呢，想了一个整了一个活吧，也不算整活，就是想了借这个几分钟来安利一下我自己。就是不知道现在来这里的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我，没关系，现在不认识或者是看到我现在就是这个看我直播或者看我卡的现在应该就认识一下。你们好，我是 BJ 黄元琪。然后呢，就是我站过巅峰，然后也跌倒过，然后又站起来过，然后不知道呢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从三个方面安利一下自己吧。第一个长相就拍一下我大头。对，长得就是有点可爱吧。平常比较喜欢比较温柔然后古风的一些东西。然后呢，长得虽然，哎呀，有点像，虽然安利自己有点像夸自己，反正长得还行。就是你要是想推一个长得还行，就是长得看得过去的小偶像，请你可以推我。然后在长相，反正然后就是我直播吧，直播营业方面，我直播营业可能一天也就，不是一天。一周也就两到三次吧，但是以后相信会更多的。而且我直播，可能你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比较，无聊或者是比较尬，有一点。但是其实我直播还是挺幽默的，你要是多看一下就知道了。欢迎大家来看我直播，如果我今天可能会直播。然后从舞台来安利一下，舞台，就刚刚那个舞台，其实我想来这里。我本来想选一些很炸裂的歌，就是因为我要冲夏天嘛。但是呢，我想了一下，我其实很想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一个古风的舞台，因为我觉得打鼓很漂亮，然后我很喜欢古风，然后呢，就感觉自己想留下一个具有观赏性的舞台。虽然不知道刚刚做的好不好，那应该等会去看一下吧。然后呢，我之前也跳过帅的，我之前如果你喜欢看帅的舞台，你也可以去看我前段时间我变成了短发，我觉得还是挺帅的。拍了一个 PV， 然后呢，我还跳过一个帅气舞台，跳过白昼街灯，跳过占据，然后对，你可以去 B 站上搜一下，能说吗？反正就是，然后还有我，如果你喜欢漂亮的，其实我拉票我也跳过拉漂亮的，比如前段时间夏至回忆，还有我的一个著名的那个有一个直拍，冬日，对，这是我入团三年来最火的一个直拍，在 B 站上有几十万的播放量，很多人都通过这个直拍认识我的。如果你们就是想了解一下我的舞台，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直拍看一下。对，安利给大家。然后呢，我的业务能力不是特别好，就是我跳舞就是没啥基础，不是特别好。但是相比最开始已经有进步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如果你喜欢养成系的话，然后就是从如果你喜欢看 MC 的话，那建议还是不要推我。因为我一般讲 MC 就是站桩嘛，就是站在这也不太会讲 MC， 我可能比较慢热，我这个人就是要跟很熟悉的人才聊得起来。如果你是新粉的话，如果你比较社恐，你要找我聊天，找我翻牌，我可能会比较官方。但是你跟我熟了之后的话，其实你会看到我很多不一样的样子的。然后对，然后 MC， 但有时候我 MC 还是挺能有搞笑的感觉的。但是呢，如果你特别喜欢爱看那种 MC， 还是不要推我，让你失望。然后呢，这样安利了下自己，感觉自己相比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优秀，但是呢，我相信这样的我也会有人喜欢的，对吧？对，因为这个夏天感觉我和我的粉丝呢其实都很不容易，也希望能借此这个机会。对，今天的发言可能不太正经，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前两次我的发言。我在7月22号中泰青春展演和7月9号的北京展演，我两次都有正经的讲话，你们可以去听听我正经讲话什么样子的。今天可能你敢不准不听。对，然后今天可能就是随便来跟大家聊一聊吧，也没有什么漂亮的一点的话，就希望大家如果觉得我还不错的话，可以试着了解我一下，然后呢，支持我一下，对。然后我看一下我写的几个关键词，就是还有几分钟啊，不知道，还十秒。哎呀，大家关注我的口袋房间叫 BJ 4点黄元琪，然后我的
那个音符的那个软件叫云烟亲子，然后那个粉色软件叫67日记本，然后还有个那个红色。大家让我在这一年里做了一个公主，希望今年我也能收获一个小天使陪着我，然后继续做公主吧。今年我的个人作品是 Crazy for You，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呢？为的是让你们 Crazy for me， 然后希望我的整一个粉色的这么一个调的作品能够充满你们的整个夏天，让你们的整个青春都变得粉粉嫩嫩的，然后希望天天开心哦。
青春十载，星光闪耀。2023 SNH48 Group 年度青春盛典闪耀开启。我是 GNZ48 的梁娇，我的星光是让你们 crazy for me， 一起获得属于我们的荣耀吧！8月5日，期待与你共赴青春之约。规则，目的混入河流，继续伪装清澈，不想辩驳什么，聚焦点的意思已经被众人所决定了。一次挣扎什么，早已难掩背着，反而是真相和谣言不谋而合。不想掩饰什么，虚荣下的走眼，只是被旁人独占的。越汹涌的关心越是苛刻，用阵风把面具彻底缝合，众望所归，利于风暴中心的虚构者，也像释放本能一腔炙热，哪怕被注视着日渐苦涩，脱离了想象的我会变成什么角色？就算我。
在嘉兴路的舞台上展演有一些小小的激动。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Journey for Tea Team G 的梁娇，欢迎大家。哦不，首先感谢我的粉丝让我拥有这次展演的机会，也感谢收看直播和接下来有缘认识我的粉丝。这一次的中报展演，哎，这么开心，关注我没有？好，我先快速讲哈。这次选了虚构者，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每一句都很喜欢。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说想要拥有一种很悲伤的感觉，逆境求生。但是换一个角度，当我第一次把这首歌给一个编舞老师听的时候，他却说这首歌明明充满希望，很积极向上呀。所以确实站在不同的角度，我们就能看到不同的东西。也想释放本能，一腔炙热，哪怕被注视着日渐枯涸。日渐枯涸是今年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状态的定义。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勇气和底气说出自己的目标，仅仅期望保住自己曾经的位置，质疑过也害怕过，但更多我都想要努力突破，不敢停下脚步，因为我知道周围的大家，他们的脚步比秒表走的还要快。感谢爱我的每一个粉丝给我的安全感，谢谢你们让我拥有了勇气。然后呢，记忆中的大写号，不，还有一句，这句歌词是脱离了想象的我会变成什么角色，大家记忆中的我们还是小孩子吧。感恩有这个标签带给了我们很多的包容与喜欢，可是曾经的大小乔也许真的在慢慢消失，也许我跑得比小乔更快，经历了很多，慢慢长大了，长大以后似乎失去了无忧无虑的超能力，渴望去追寻自己丢失的天真，但也是长大之后的我才拥有去追寻的勇气和动力。在这里是青春，所以值得去拼，我无法做到始终如一，就像人生也没有办法一辈子专一，你们也是。接受一切改变，允许一切发生，今年发生了很多，说实话我并不觉得自己人设崩塌或者什么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自己立过什么乖小孩的人设，我不甘心只做一个乖小孩。虽然真的很荣幸有大家的喜欢，但我不希望我收获到的泛人气仅仅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果是，那我宁可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看到，让更多人喜欢。哎呦，好了，感谢每一个陪伴我的大家。什么来着，好，既然来到了这里，我就要明白适者生存。在我的青春一年里最刻骨铭心的季节是夏季。说到夏天，大家可能都觉得人很容易疯，但是我倒希望我们至少是真正的疯狂。希望夏天不会成为你最讨厌的季节，是压力最大的季节，也会是收获最多的季节。愿热血，愿我们拼尽全力。无法取代我这句歌词是每一个人，每个被发现了的女孩都是宝藏，每个人都不可能被取代，当然大小乔也不可能，所以希望快快多点人来发现我们吧。现在的时代，我们大小乔就是永远不会 BE 的 CP。 好了，永远专注自己，大小乔的目标依然是成为众所周知的人。感恩在这里，感恩遇到每一个喜欢我的人。48是我的青春，你们也是。愿我们奋力奔向终点。既然我们已经拼搏到了这里，那就冲出舒适圈吧。人必须有勇气看到岸边看不到的地方，否则就永远不可能跨越大洋。UGM coming， 一起 crazy 起来吧，为我们的青春，谢谢。好了，那个，哎呀，怎么还有50多秒？怎么办，家人们？就是说。我刚刚没搜了，搜了一下。好了，那我搜了一下，就是给大家来个自拍10连。几连了？然后最后77810717173788。53488，对，77815388，77810717173，还有 B 站的大小梁 JQ， 以及口袋48和 GNF 48的大小乔梁娇梁乔，家人们关注一波，关注走一波，支持走一波，谢谢。梁娇。
常感谢大家来看我们 SNH48 青春盛典中报展演第四场，接下来还有击掌环节，请大家根据工作人员指示依次退场与成员击掌，耶、yeah ！好，预备备。